阳光豆，阳光五十，不占位置的阳光作物，迷你版三到十五秒生产十五阳光 ，Max 每十二秒生产二十五阳光，是个很好用的阳光作物。特别是催眠僵尸出现后，让它无法催眠植物。盲盒模式天使，成长咖啡豆，阳光二十五，能让成长型植物立刻长大，如阳光菇头手表 Max 版，吃进 VIP 变 Plus 版。给的阳光更多，坚果更肉。僵尸豆，阳光二十五，把僵尸变为卡片后可随意放置在草坪任何位置。我要想着变卡片就不管它怎么消失，这是不可能的，依旧会在盒子上召唤该僵尸。No. 僵尸豆最大的用处，把临近脑子的僵放最后排，又或是难打的僵放最强植物那排。进化豆，阳光三百，种下即可获得三百阳光。二，能让植物直接质变，如小苹果、高苹果、吸金花、财神金盏花。小猫向日葵，向日葵女王。胆小菇，汉堡射手。当然不止这些，还有其他的。医用咖啡豆，阳光五十，能把植物血量加满。要是满血状态的话，就会获得五十阳光，是个稳赚不赔的好植。制冰豆，零阳光，种在植物身上制作冰豆攻击僵尸。注意，植物阳光越贵，制的冰豆越多，最多五百颗。哇！但对群吸卡还无效。促销豆，阳光一百五，能让一个植物阳光减少五十。最大受益者倭瓜，五十变零阳光，直接白嫖它。可惜每个植物只能生效一次。真正的。最后一个忧郁咖啡豆，阳光二百五十，当三乘三范围有僵尸时，每两秒释放一次忧郁菇攻击。不过该植物目前还没上线，